叫各位吧，那我们今天来五谷休闲室看看，用王者天平二，王者天平二，那我们来试看看王者天平二搭配王者阿波三分的，这是配好的线子，那我们一样用麒麟环，用麒麟环，那我们今天杆子是用造纸哦，用造纸的杆子，那我们今天挑战母虾池，它一样六点、八点、十点。会有优惠，然后加放十斤哦。那我们等一下看看它的加放看怎么样哦。那目前的班组大概有11只到12只左右。那我们来去看看钓况怎么样哦。够。
吃一只。那我们已经钓完了，我们今天很幸运的三次成功，所以送我三瓶饮料哦。那我们现在是趁金哦 ，Let's go。订阅哦，想看到我们更对面的话，就帮我们开启铃铛。